要去逛 Marché Noël， 就是圣诞市集耶！ Yeah， 先去找 Sonia。蛮好喝的，就是热的红酒，就闻起来很重肉桂味，可是喝起来不会，而且很甜哎，我不知道是因为热的关系，所以很甜，还蛮好喝的。没有什么酒味啊，我觉得不喜欢。对啊，像热的葡萄汁，很热的。耶！这也没有酒精味。西西来了，来，你去哪里？西西。西西，西西，吉拿棒，西西。喂 ，OK， 拿你的。Saucisson. Et ils vont sortir le four là. Dans le 饭店等人。圣诞树好美哦，超美的圣诞树。好想要。饭店看起来有点厉害。耶！你们先，你们先，你们先，你们先。亲友团，亲友团，亲友团。加油啊！好，好可怕。看，还是法国餐厅的好吃。我们上次在，原来是有。PH 马卡龙店的可颂玫瑰可颂，超好吃的，真的超好吃，里面还有玫瑰馅，嗯，超好吃。今天是12月31号，然后中场今天是年轻人的日子，就是不会跟家人一起过，通常会去自己的朋友开派 party 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你知道我们家这个非常非常宅，然后我现在人不在空，所以我在这边没朋友，也不能弄 party， 所以通常今天的话会在家里，去年是在家里面过，然后妈妈会煮比较特别晚餐。今天听说是吃龙虾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妈妈，我就听个。在做嘞，弟呢？拜拜，拜拜。哦。Hello。On pense de quoi ? Elle est là ?新年快乐!是的，我刚刚不小心错过了跨年的时间。等我下去的时候，年已经跨完了，没有倒数。
然后在法国的话，跨完年的那个瞬间，我们会互相跟对方说 Bon année, Bon année, 对，就是希望接下来的一年顺顺利利，然后是美好的一年，然后互相亲对方的脸颊，然后看电视，听一些很老的歌。2018年了，希望大家有更美好的未来，然后有想做事情能顺利完成，然后也赶快完成，不要再拖过一年了。然后我6月的时候会回台湾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接下来人生规划是怎么呢？我还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本来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的，所以就这样啦。2017年，我觉得我过得很充实，希望2018年一切都很顺利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很顺利，大家身体都健康。希望我的 YouTube 频道能被更多人看到，然后也谢谢今年支持我的大家们，我真的算是今年的下半年才开始认真拍影片，认真对不起大家，反正就是希望大家顺顺利利，我的频道也顺顺利利，是这样子啊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， 蹦哪呢？